经过近三天的共同生活工作，我们神舟十四号任务乘组将空间站所有工作交接完毕。我代表三高十五号，已经过确认，可以签字。就要分离，我们即将完成神舟十四号任务。现在，我将空间站钥匙交给你们，预祝你们圆满完成后续任务。谢谢你们，我代表神舟十五，感谢你们前期为我们打下良好的基础。我们一定圆满完成神舟十五号飞行任务。我们在北京等着你们，谢谢。